撳入去。我指揮官啲負責嘅指揮官，我想提一提醒你，你前面嗰班係記者嚟嘅喎，你會唔會搞清個情況先啊？咁樣類似係咁嘅説話。我呢段説話都未講曬，佢已經90度轉彎，衝埋嚟我面前，就話要沒收我大新工。咁我當然話點解我要沒收咩事啊？咁樣個警察隨即咧就喺我膊頭咧掹咗我孭帶式嗰啲小新工咧，想掹走。咁我係掹住其中一條帶嘅，我就即時幾秒間嘅同佢叫爭議啦，有冇搞錯咩事啊？因為我掹住條帶，幾個警員喺嗰幾秒間喺毫無警告之下，警告時間就衝上嚟咧，將我向前撳喺度，並且咧指導你推動我。咁期間咧我記得咧，當時有警員咧向我隻眼咧係噴叫，由於我戴眼鏡。佢特登咧喺我眼鏡同埋眼中間側邊依度咧，去到發射。咁我當時睇唔到嘢，我就俾佢哋擁咗喺地下，壓住我心口。我感覺到最少三四名警員係掹住我同埋壓住我背脊，係我直接心口胸口落地嘅。咁我覺得佢係好離譜，完全係莫須有嚟嘅。點解咁講咧？你突然間埋嚟要搶我大聲，就是、因為我講咗一句好客氣嘅提醒，擔心你執法錯誤。令到記者或者市民受害啊！咁你就喐我啊？係咪咁離譜咧？唔通你走埋嚟同我講：喂，你的眼鏡除落嚟，我要沒收。咁我已經問你，你做乜要咁做啊？當你一搶我嘅嘢，我一唔同意就係阻差辦公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離譜嘅一個説法。咁當時我係被壓低喺地上啦，胸口着地啦，都有我當時感覺都有幾分鐘時間嘅，好大力壓住我。我越用力話痛咧，佢就越要壓住我。並且咧，扎上我兩隻手。喺扎我手嘅時候咧，我同佢警講：阿 Sir， 我手好痛啊，唔好再咬啦。佢再咬多幾下，咬到我感覺上係咁向後45度角，非常之痛。我而家去到呢個位置已經係盡㗎啦，我拎唔到上，因為痛嘅。跟住咧，佢就話：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咁同我講。我覺得好離譜。跟住綁我隻手嘅時候咧，
扎到非常之緊，我告訴他聽會很緊啊 Sir， 他再扎緊多兩格，同埋啲索帶，令到我的手咧完全麻痹咗冇知覺，直接翻到去警署咧，我再三向警官投訴，他才肯同我解翻出嚟，亦都令到我的眼鏡是爛咗嘅，咁我眼鏡咧俾佢撞到咧就係爛曬啦，成且咧好似打風咁樣啦，完全係爛曬。我本身是有鼻敏感的，佢噴咗我鼻咧，我鼻鼻咧有少少腫，咁樣變咗塞塞個鼻，不過唯有靠口去呼吸，但個口罩咧又沾滿胡椒喎，塞透喎，根本就長時間咧吸唔到鼻，由佢推步我壓住我嗰幾分鐘至到翻至到行咧，差唔多行到去一半路程佢先至咧，我先整得開個口罩，如果唔係我真係好吸好困難。另外我當時係俾阿展話封口痛嘅，我翻到警署咧，佢就同我做咗少問話啦，跟住攞咗我身份證啦。當時佢攞登記嘅時候都話拘捕我兩日，攞我即係幾年都唔知幾多單嘅。咁我覺得呢個收到嘅冇咗，都有個差別。已經知道，其實有問題。我覺得咧，都好無理嘅話咧，拘捕我唔係今次，第二次公審咧，佢有啲藉口。我感覺是什麼呢？國安法第一天通過了，黃道警好像有恃無恐，要在這裡怨老人，等人來祭旗。如果對著我們立法會議員，他都這麼胡作非為，這麼離譜的，普通市民怎麼呢？難怪那天三百多人，難怪過去一年整萬人被捕，很多人都受到無理的推控之餘，受到呢身體上的傷害。我今次的例子呢，我相信是冰山一角，我甚至乎因為我立法會議員身份呢，可能已經優待了我了，可能已經是沒有對其他示威者那麼粗暴了，我覺得是非常之離譜。那我去到警署，我已經第一時間因為 我手臂這個傷勢和我胸口感覺到翳悶和有少少心絞痛，我即時向值日官呢表達我要要求入院，因為我心呢有啲搞痛，我唔舒服，我擔心有事發生，因為只壓過胸口好大力，話咗俾佢聽，嗰啲夥計好離譜，就壓咗胸口。即係官之後知悉啦，會處理。三個鐘頭後，我一共提出咗三次要求，佢先至送我入院。我差唔多點零鐘要求，佢係3:50先至送到我上救護車。嗱，呢個係好離譜嘅延誤啊！好彩我最後係冇事啫。咁啊，如果其他市民大眾，如果個立法會議員要求你，你都夠膽不按警例明目張膽地違規去做的話，一般市民怪得之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上到去救護車的時候呢，跟我來的兩個警察知道大鑊了，因為呢救護員即時跟我驗這個心跳啦，做心電圖啦，做血壓啦，全部超標，心跳是很快。救護員問我，喂，你剛剛跑下來嗎？我不是，我靜止了三個小時了。我就知道大件事了，跟住心電圖的結果是不合格，不尋常，血壓是咁飆升。咁咧，我仲講俾佢聽，我咬到個膊頭好痛。隨即咧，個救護車咧就響號，直接咧緊急個案咁送咗我嚟瑪麗醫院。咁我喺度咧全程咧，包括喺離開警署一刻咧，都係上咗手扣嘅，以及咧鏈鏈嘅，全身鎖住，一共咧鎖咗我48小時，並且咧沒收咗我嘅衫褲鞋。莫名其妙，點解沒收我衫褲鞋呢？而我嘅當日用嘅大聲功呢，佢亦都係沒收咗嘅。咁最終呢，因為這個涉及心臟嘅情況啦，我心絞痛，跟住有關嗰啲嘅包括心電圖啊、心跳啊、血壓呢都係唔尋常啦。咁醫院呢，瑪麗醫院呢好仔細咁去幫我做檢查，咁程序都比較繁複嘅，一共我嚟咗驗咗5次血啦，做了3次 X 光，
做過 CT scan， 即係電腦斷層掃描啦。亦都做過心臟嗰個顯影劑嘅條嗰個照射嘅，就查下我到底發生咩事。咁嚟緊我都仲要覆診嘅。咁好彩就因為我經過喺呢度兩日，物理醫院嘅悉心照顧啦。咁我就冷靜咗落嚟咧，就好啲。咁我都問醫生點解無端端會心會絞痛，或者咁唔舒服嘅，同埋血壓會突然間飆升，以及咧有啲咁嘅情況咧。咁啊好多情況嘅。咁當然有啲人係遺傳啦，亦有啲人可能係突然間面對外來嘅壓迫，例如下腹痛創啦，又或者咧係聽力緊張啦。咁我就覺得我當日嘅情況，因為胡椒訓練吸唔到氣，有一段長時間嘅緊張，以及咧佢的而且確有整完壓過我喺地下嘅情況咧，有啲吻合。當然到最終係點樣，我都希望等一等醫生最終的判斷，到底我係發生咩事？48小時過去啦，因為我嘅剛才提到啦，嗰、那個檢驗嘅程序好繁複啦。咁到最後咧，因為檢驗都未完咧，就已經夠48小時啦。警方咧就想嚟到落口供，並且叫我做擔保。咁但係咧由於咧嗰、那個早期的時候，醫生是不容許落口供，認為我身體狀況很不適合啊。當時心跳就很快，咁佢就一路拖延咗件事。到最後喺今日咧，48小時屆滿的時候咧，咁我就踢咗保嘅。咁相關的重案組警員咧就嚟到，就向我聲明咗一啲嘢啦，講咗一啲嘅宣讀咗一啲嘅佢哋保留權利嘅嘢啦。咁最終咧，警方暫時咧係釋放咗我啦。咁佢哋拘捕我理由，佢重申咗一次咧，就係阻差辦公，妨害警務人員。咁就而家釋放咗我，亦都唔排除咧會加控其他罪名。咁啊，所以佢話佢就要沒收我嘅衫褲鞋咁樣。期間咧有個小插曲，我都想提一提嘅。首先，我好多謝瑪麗醫院嘅醫護人員、醫生、護士啦，佢哋係好盡責、好細心，並且咧好小心地去到檢查我的情況，並且我見到佢哋。不單單是對我的情況嚟講，對所有的病者咧都是盡心盡力去照顧嘅。咁我首先向佢哋表示多謝先。咁但係好不幸咧，期間咧有一位嘅看守我的警員，應該係最後一位啊，輪班嘅警員咧，佢係嚟到嘅時候咧係表現得非常之無禮粗暴，甚至違反警例嘅。包括咧佢喺進入病房嘅時候咧，佢唔肯依循醫護人員嘅要求咧。去到探熱啦，喺病房度大吵大鬧，同醫護人員呼喝啦，甚至醫護人員請佢讓讓路，因為病房比較擠迫啊，想喺佢同佢監視我期間嘅通道行過咧，佢都喝斥呢啲醫護人員，令我覺得咧好氣憤嘅。咁期間有一樣嘢，我覺得佢更加離譜，就係、不斷用言語挑釁我，講咗好多挑動我情緒嘅説話。我覺得呢個絕對唔應該係一個警員喺看守。被拘留者的態度，包括擺盒飯在我面前，就唔食住啦，擺面前做製品先啦咁樣，呢啲咩態度嚟嘅？咁我當然我冇同佢嗌實啦，但我覺得佢咁做係非常差。佢嚟到第一時間已經將我手扣咧扣到最緊，冇按警例咧要扣剩一隻手指位嘅空間。咁我已經向咗咧及後嚟嘅重案組投訴，我哋嚟緊咧都會追究佢。我唔希望咧呢啲情況咧。在警隊裏面繼續發生，並且令到其他市民受害。好，我交代的是這麼多，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呢，其實你們會不會就，即是你們會不會就著，即是之前被算是暴力拘捕的那個行為，然後向一些相關的警員提出私人檢控呢？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覺得當局會不會，即是控告你關於國安法的罪名呢？首先我要回去跟我們律師團隊先談談。我哋唔排除有任何嘅相應嘅行動嘅，咁都係我唔想太過草率地話做點樣啦，因為只畢竟佢聲稱有一條或以上嘅刑事罪行追究緊我，咁我哋翻去都要研究到底個情形係點，包括我中嘴講啦，我都啱啱出嚟，我連新聞啊片段我都冇睇過，我就主要係透過我嘅回憶記翻當時嘅情況，咁我哋約緊律師呢個星期六日咧，可能會加開會議睇一睇先。咁當然唔排除任何合理嘅追究行動啦，尤其是今次警方嘅做法係真係莫須有夾硬屈嘅。咁至於國安法方面，我自己唔擔心嘅。我睇唔到我有當日有違反任何國安法嘅行為，
縱使我哋都有一啲就住國安法嘅評論單張有講到，但係嗰啲評論單張都係好持平合理地就住國安法點樣違反咗立法嘅程序精神，點樣違反咗基本法，點樣帶嚟香港嘅不可逆轉嘅後果同埋問題，作出一啲評論，並且引述咗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國內同樣嘅罪名有邊啲人受到迫害，邊啲人被判監十年以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客觀嘅事實，我睇唔到我有咩違法嘅地方，我唔擔心。有咩啊？冇事。有光復嘅。咁會覺得即係佢已經執法太嚴嗰啲啦，以後即係出嚟上街嗰啲公園咧，咪擔心。我唔係覺得佢執法太嚴啊，我係覺得佢無賴。大家記得咧，喺上年半年到嘅時間，當時區議會選舉咧都已經有呢個議題嘅，甚至有參選人咧，就算呢、這個。八個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個字咧，寫咗喺佢哋嘅選舉聲明入邊啦。咁當時亦都有個解釋嘅，當局係接受嘅。點解今日又轉咗啦？咁其實唔需要法律嘅喎，唔需要先例，亦都唔需要相信政府判斷嘅喎，任何嘢都可以再轉嘅喎。咁因為張曉明出嚟話保證唔係針對大多數市民，我哋係咪信得過？光復期之前講係話冇問題啊嘛。呢句口號冇問題噶嘛？咁而家又改咗啦。咁當時參選嘅人係咪違規咧？而家又變咗，幾時又變得得？幾時變得唔得咧？咁我覺得如果呢個係而家香港現況嚟講咧，其實政府就好無賴，亦都係好無法咯，無法無天。會唔會啲避忌就唔再講呢句説話啦？我從來就冇倡議，呢句都唔係我發明啦。咁我就唔抗拒人講嘅一路都，因為的而且確呢個喺言論自由嘅範圍。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講緊嘅相關國安法嘅條文係寫得咧扼殺咗香港嘅言論自由，係好離譜嘅。咁當然我建議大家係要小心啦，尤其是佢經已有咁嘅案件發生咗，而家係拉人，我都唔鼓勵大家咧，而家呢一刻咧以身試法，避免咧俾藉口佢。但係我一樣喺度公開嚟講，我唔認同政府個判斷同説法，話講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幾句嘅説法嘅人咧。就係、是、違反咗國安啊咁樣，呢、這個講法係無賴同埋咧前後矛盾嘅，亦都咧唔符合咗香港嘅法例嘅精神、人權法等等。當然你而家話國安法超脱於一切咁樣，你都唔能夠超脱於邏輯㗎，係咪？你都唔可以超脱於道理㗎，係咪？當個法例冇道理、冇邏輯嘅時候，仲如何成之為法呢？咁我希望執法多局，反而自己要好好檢討同埋咧小心去到理解佢哋嘅法例內容。唔該曬，影得相啊嘛，就揸住眼鏡同埋